友君早安。今天睡到六点半的小永群，妈咪的闹钟也是六点半，但是小永群自己醒来的，因为昨天比较早睡，所以今天可以早起，妈咪都不用叫小永群起床。君君啊，妈咪今天要开始要去日本咯、然后等一下放学下课婆婆会去接你，那你就去住婆婆家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要听婆婆的话，要乖乖啊。好，有点头吗？有。最爱的瑞瑞也带着了。是什么？那个是地图啊。玩玩吗？玩玩具。玩玩具。是什么？小永君早安。吃的玩具。小永君，今天吃紫玉馒头啊，不是啊，是 bagel。原本妈咪说要用电锅蒸，对不对？然后只有君君不要，用微波炉。然后你自己数了十秒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厉害。对，数十秒就微波好了。嗯，没错。这边压扁，压扁了。嗯，好，等一下。我们要去学校啦，妈咪送你去学校，然后婆婆会去接你下课。嗯，这几天住婆婆家。去学校路，现在开始吃晚餐了。吃什么？君君在吃什么？吃波波包的水饺。从那边开始吃，掉了。
君君今天睡婆婆家，对不对？是在睡觉了啊。多久没有睡这里了？好，眼睛闭起来。晚安，来，你对着镜头说晚安。晚安。好，晚安，说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。好。你又不乖了，你又不乖了。来，睡觉了，趴，躺下。啊，关灯了，啊，关灯了啊，啊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我想婆婆一起睡觉。对，婆婆，你睡了，婆婆马上就过来了，婆婆还在整理。整理你刚刚的东西，我要关灯了啊、哦！来，躺着睡觉。起来了，熟悉了一下，哦。